今天准准教大家画青蛙，呱呱呱！选大笔，笔腹调淡青墨，笔尖调重墨，侧锋行笔，点画青蛙头部以及背部重色处。接着画后肢，要注意每节长度都有鼻蛙身短小。勾画脚蹼时要注意中间长，两侧短。继续画前肢，要画出肢体的转折，脚蹼同样中间较长。换小笔，调略重墨，勾画眼睛、嘴部以及腹部，别忘了用浓墨点睛哦。相同手法再画两只，墨色和动势形态上可以有所变化。三只细细的青蛙最后画好啦，你学会了吗？